派人把他夺回来。炮台里有大炮，部队上不去啊。乱党都是些乌合之众，他们怎么会用这种新式大炮？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上。黄队长，黄队长，清军上来了六七千人，我们不会用炮是挡不了他们的。不要慌，孙先生带了两名法国炮手，马上就到了。禀告大帅，炮台马上拿下来了。Fire! Fire! 怎么退回去？这里太危险了，还是请孙先生下山去吧。革命事业必须脚踏实地，明堂，你们到哪里，我在哪里。孙先生在海外酬谢筹款，不能亲自来主持这个